换个皮肤看吐了。还好吧，我不怎么玩这个英雄皮肤的。这什么？又是边路小蛇。你这阵容就没人卖啊。掏空，一般猴子都难开的嘛。要打架可以打，哎，不打了吧，打个闪现出来吧。那个小野怪刷在上面了，兄弟们，我打了个闪现出来，他把人头给打别人，不带这么玩的吧。你再暴击敢多一点，我太难了，我被这个猴子抱得脑壳疼，这也太逗了吧。这猴子那个普通攻击加两棍全部爆出来了，我真的差点人被他打傻了。别打了呀，进蓝呢。这韩信前面的伤害我真的是无力吐槽了，看了心疼。贴脸打个法师，我被这种没有位移的法师打死了。韩信前面只配吃兵线，我真是玩个鬼。我摸都不敢摸一下进去。
哎，我。我要过去按大招，这上上下下给个大，人没了。又是暴击暴死，我真的吐了。这个有，玩个韩信又是受累。真的是自己家野区都处理不完了，这真是太蠢。送六个人头了，这反了人家的红有什么用呢？又要死了。再送，真是玩累。满血的人直接被秒了，啊！送，加油！
都得死。满眼都是怒火。打我啊，刚才。觉得自己又行了，觉得自己行。真的是乱杀。来呀，喜欢乱杀猴子，乱杀，名刀一买，乱杀，呀呵，炸死我了，棒棒。都得死。来，妖猴呢？逼他过来，把这只猴子按在地上摩擦。玩猴，打我队友，玩猴。还有你啊，还玩，直接一波，受这个气。受这个气，受这个气，下一把。这才是乱杀。前面怎么说？跳到了别人，按了个大。